没有，大家好，过去捐过去了，你捐过去了，表含了很多啊。今天给人过生日。哎呦，都是手指。啊。吃大餐，又是吃大餐，大伯。对。大哥下厨，是吧？儿子过生日，老哥下厨。这把弄锅了。你干了。我不敢跑。嗯，好香啊！拿的，你要吗？得了，那么多的。得了，爷爷，你这东西都不拿走。哎呀，那昨天抢了。哎呀，哇，多鸡，那么多鸡啊！好多鸡啊！这么多鸡啊，他肉，真的，还有没吃？还搞更多？这量嘛，这是量多啊！烤长长嘛的啦，烤长长挂的，这是量多。不像我们那烫很长很长的，那烤长长挂的。这是量做的了，往一做的话，搞定的了。这样可以挂，那种可以挂，很会打。耶，试一下这个。那现在都可以来来，那是最好来，又太阳又风。可以搞量，这帮饭你都整的没？房地主真的，跟那房地主真来扯的。我那房间香都房间。他那房，你的那房都是。没香。你要大锅饭的，小锅饭咪真的跟等多的，那咪时间更长。等准备等出门。这个厨艺牛不牛？我这个厨艺牛不牛？红肉。留在那里注意。大哥煮的，我让我吃一下行不行？老板拿筷子，会吃饭。哦哟，这一盆呐，阿芬哥。哎呦，好香啊！香，肯定香嘛！哇，怎么全是硬菜呢？没有发现有青菜呢？应该打火锅吧？哦，有这个青菜好牛掰！来，把它们捞出来吃饭了。这个鸡鸭子它都不能收，大伯吃多一点吗？鸡腿哦。小的人呢？我在楼呢。吃少一点，不吃那么多。今天吃少一点，不吃那么多。哎呦我，蛋蛋，小邓伦呢？都挤回去了。你说吃大餐。啊。王哥嘞，王哥，啊，吃饭喽！王哥啊，王哥好了嘛？来，大家。我刚才我往哪里头你们？来了不？坐这里了不？你喝汤还是吃饭？还是吃什么？哇，好味！哎呀，吃粥啊！爸爸吃粥没有？来，这个辣的看，香不香？香。妈妈用汤勺。全是硬菜，你看，香肠。哎哥，减肥吗呢？腊肉，你那么多，排骨、排骨鸡啊！哎，这是什么排骨啊？排骨，酸甜排骨，排骨，我又搞一个，排蛋鸡不打点了，我们不蛋鸡不打点了。蛋蛋，坐坐位置，红肉在这里，红肉在这里，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小肉，红肉在这里，来坐坐位置啊！你们两个不减肥的。哦哟，阿勇，你拍我们吃饱啊！啊，想多了。今天是来吃饭的，来。那还去洗澡了，明天要回去。蛋糕吃了。嗯。